今天这个视频楼丝滑走你就亏了，拆一张价值15000的早期未公开。我在剪视频的时候手还在抖，这张我本来是不收的，我爸说要给我的相机换镜头，我就说给我收张卡算了，结果他就到了我的手上。这张卡的卡面真的巨美，这应该是送的小贴纸，基本都是楼主，这些是送的自制卡，都没卤吧。Yeah, 剩下的应该是送的明信片，很厚的一沓，都挺美的。最后的重头戏来了，我真的特别特别小心的拆，特别怕不小心把卡搞砸坏了。But who cares? You said that we're over, hands undercover.我真的手抖，特别特别紧张。